骑车在巷弄内往前骑，结果突然右边冲出一位小朋友，小朋友头也不回跑过马路，直直往对面冲过去，没有注意是否有车，身边也没有大人在，骑士吓到赶紧刹车，差一点就要撞上去，真的超危险。再看一次，小朋友直直往对面民宅冲，如果机车再快一点，很可能就刚好撞上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情发生在高雄，民众贴出行车记录器画面，写下松开小朋友的手时，可能危险就随之而来，还好还有一点距离，刹车也算快，没有发生意外。任意奔跑足以阻碍交通者，处罚新台币500元罚锾。同样惊险瞬间也发生在台南，汽车开在道路上，突然间一名身穿黑衣的小弟从左侧冲出来，过马路都没有在看车吗？驾驶差点就要撞上去，赶紧踩刹车，真的吓坏了。父母或监护人不得诉讼未满14岁之人擅自穿越车道或于交通平凡之道路任意奔跑。男童过马路冲向路边车辆，却没有先左右查看来车，突然间就窜出来，还好驾驶刹车踩得快，没有酿成意外，但真的吓坏了。记者高雄台南采访报道。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？跟阿比一样呢？前面的人呢？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？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用喝的就能舒压的饮品梦梦水，睡前30分钟喝一包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。现在赶快上快点购，还有优惠抢好康哦！